这打的超准，分组，我要对战他。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关，我们关系已经破裂了。是的，那就这样吧，这样吧，我们三个吧，这样吧，好，那你们仨吧，好，你们仨。我们派谁？我们派最差的刘总。对了，那你们我让我们俩打，他打我打，好。 Ready, go！ 不要着急，刘总，八个，该你们啦！八个，好，给我。 我可以拿两个玩玩吗？不可以啊！哼，我一下子把他搞输了。可以，周老师，你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放狠话。对啊，但能不能赢就不一定了。我就一个都要搞输了，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 我就一个都要搞输了，你信不信？壮士冷静，壮士先冷静。哎呦！刘老师，哎呀，一个，还最后一个沙包。哎，打平了！啊，平了！ 剩下该你们小朋友玩了，我们两个老头打平了。啊，第二个呢？投球，五球内投入最多篮球方获胜。好，派人，派人。你来。我觉得都靠运气，无所谓，谁丢都一样，对不对？来吧，我来。好，请进，啊，你们两个。 看我们俩谁运气好，看是谁大傻，谁三傻。今天你不是我老板，我不是你员工。你要赢了我，回去扣工资，反正。<笑>好过分！<笑>你先来，我先来。不是，Lady first。 太厉害了！哇！太厉害了吧！哇！哇！什么？这算什么？我跪了！游戏 King。 让你一个，你赢不了，你赢不了，你一个都不行，我估计，你就搞五个球一起倒算。一个都不行，一个都不行，你就搞五个球一起倒算。哦，好球！你得学习，你把手这样扔。哎，没机会，你就是一个灵光蛋。鸭蛋，得了个鸭蛋。